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09页啊，909页，从第一行看起啊，课题。日卷书合经，请看经文：世间人民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亲属，当向敬爱，无相正极，有无相同。无德贪心，颜色长河，莫相为利。这一小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也不难懂。实际上，它有很深很深的义理。不但关系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，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睦，国家民族的兴亡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，就在这几句话当中啊。今天大家都知道社会乱了，乱到我们无法想象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读经，佛在经上常常形容这个世界叫五浊恶世。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，心里头有疑惑，这个世界是不好啊，人心是坏了，但是不至于到这个程度。是这释迦牟尼佛说话有点过分了啊。60年的今天，想到释迦牟尼佛的话一点都不过分。他为谁讲的呢？为我们讲的。为什么时代讲的呢？就是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这个时代啊，3000年前预言他早就看透了。我们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尊重啊！
啊，就这几句。大学里面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这段经文，你看它多么重要。啊，这是事实啊。为什么道理社会会变成这样的？那就是大学前面四句现在没有了。啊，早年间啊，我出生之后，我是民国16年出生的，1927。在那个时候，社会还很有秩序，为什么？读圣贤书的人社会上很多，民国刚刚建立，把私塾废除了。那个时候，私塾虽然没有了，私塾里的这风气在社会上可以看到。啊，也就是每一个人，从老人到小孩，都能守住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做不好的事情，自己感觉到羞耻。啊，甚至于都不好意思见人。这个风气，抗战之后，这8年抗战，抗战之后啊，没有了。这风气没有了啊？为什么？当年那些读书人呢，都过时了，我们社会上看不到好榜样了啊！圣贤书不读了，私塾关门，国家办小学。我们住在农村，农村的小学叫短期小学啊，这个学校只是2年就毕业，1年级、2年级没有，3年级、3年级以后没有了，叫短期啊。都市里面、城市里面的小学是6年级，我们农村里面小学是2年级就完了，2年认识几个字吧，也是很普通的一些字面啊，像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千家诗，这些都没有了啊。我们住在农村，农村改革比较缓慢啊，他改革是从都市开始啊，农村比较缓一点。我还念过1年私塾啊，念些什么忘掉了，但是看过啊，有这么个概念，想起来私塾里面的教材好啊。中国5000年的文化靠什么？靠教育啊！靠什么教育？古老的教育啊！中国这个国家民族，老祖宗确实聪明智慧高人一等啊！我们看看全世界，看看他们的历史，
跟中国不一样。中国这些老人能当得起古圣先贤，他们是圣人，他们是先人。那像孔子、孟子是圣人，其次的，他的学生他成先人，世世代代相传，教学是私人传授，没有学校，啊，国家没有学校，啊，国家那个古时候的国家学校，每个县有个县学。省有一个学校，中央政府有个学校叫太学，那个学校不是培养读书人的，是读书读得好去参加考试，国家考试，县考取了叫秀才，省考取了叫举人，啊，国家考取了叫进士，这些都是学位的名称。现在外国叫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秀才就是学士，举人就是硕士，进士就是博士，学位的名称。啊，考取学位之后，你就有资格上太学，啊，太学是党校，国家培养公务人员的，啊，各级干部的学校。你就有资格参加，你要没有考取，没资格参加，啊！特别我们要提的秀才，那秀才人多，现考的，啊，秀才要考取秀才之后，有的时候他没有考取举人，他怎么办？他只有教书，他读书，他会教书，所以三家村里面的私塾老师都是他们。这些人教小朋友，给小朋友扎根，那个根扎得好，根深蒂固啊！啊，就是下一代的神仙。同时，这些人是无名英雄啊，考取秀才，国家就给他粮食啊，让他生活没有忧虑。你像袁了凡先生，他考取秀才，一年国家给他稻米九十多担，他当然吃不了这么多啊，但是他可以养家。他除了自己用的之外，他可以卖掉。啊，国家为什么养这些人？养不是短期，养一辈子，到你一直到老，年年都可以到国家拿粮食给你。这些人教小朋友，教下一代，同时他们读书人，他们懂得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圣贤教育，他读这些书，他做出好榜样来给社会大众看。所以小孩在学校私塾念书，离开私塾之后，他看到社会上大人都是规规矩矩的，啊，都懂得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他懂得社会的长治久安靠谁呀？就是靠这些无名英雄，他们是读书人，啊，读书人虽然贫穷，啊，他也没做官，他没有地位，啊，他收入国家给他一点，能够过得去，生活能过得去，他们没有竞争，啊，安分守己，啊，不去给人竞争。吃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个房子遮避风雨，他很满足了，啊，所以他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依照儒释道的教学，规规矩矩，
这个榜样做得好，所以社会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了。啊，民国初年这些改制，啊，国家办小学、办中学、办大学，啊，不是国家拿钱的，是你家庭富有，你才可以交得起学费，啊，交得起生活费用，你才能读书。贫穷人家就没份了，跟古时候不一样。古时候虽然家学是地方士绅，啊，就是富有的，他们家办学，除了他自己小孩之外，我们这个村、这个小镇，能念书的、喜欢读书的小朋友，都可以到他学校去念。那个学校不收学费的，啊，士农工商的，把读书人摆在最上面的。读书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他有身份，他得到大家的尊敬。为什么？他教书不能收学费。如果收学费的话，那就变成生意买卖了，那就开学店了。啊，开学店是商人的排名排最后，士农工商，啊，他排最后了，他不能排第一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带头是孔子带头，孔子教学，学生对老师要有供养，要有点礼，这是不能少的，礼不能少的，最少的礼是什么？素修。啊，叫素修，素修就是冬天我们讲的腊肉，啊，切一片腊肉，大概多重呢？半斤。你小孩在学校跟老师一年了，家长过年的时候就送你这点礼物，表示对老师的尊敬。富贵人家的时候多送一点。啊，其实老师都有秀才这个事，国家给他的话，他日子可以过得去，这是点礼物，表示尊敬，这么个意思啊。孝亲尊师，礼不能少啊，钱不能要，所以受人尊敬。现在社会变了啊。二战之后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都没有，我们感到非常悲哀。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文化断层。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历史最初是有宗教，从宗教延伸出文明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。啊，没有宗教的文明，世界上有没有？有，不但有，五千年历史里面有20多种。现在全没有了，啊？为什么没有？他没有宗教。只要是宗教，除了不相信之后，文明随之就会灭亡。那么中国这个文明为什么还存在？它有三个根呐，这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。这三个根就是儒释道，你看，三个宗教做它的根，啊。如顶置三足啊，这个梗好啊，一直绵延到现在。那现在儒释道的根动摇了，谁去学儒、学佛、学道？啊，我们这一般信徒算不算学术？不算。为什么？
经教不同，修行不够标准，正果一个都没有。这就是断层的信号已经出现了啊！那中国文化的载体是文字，中国文字，外国文字学家看到中国文字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！它不是拼音的文字，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字都是拼音的，拼音的随着音走，200年说话的音变了，变得怎么样了？200年前的文字看不懂了。啊，我去年访问欧洲，在伦敦住了几天，那边的朋友告诉我，英国人，啊，上医院的医院。我们聊天的时候告诉我，现代的英国西方人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，那才400年，真的是这样，不是假的啊！中国文字你看看，孔子距离我们2500多年，论语现在人能看懂啊，不会错，不会错会意思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它不是表演的，是表意的。啊，你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，你就懂得它什么意思。啊，表意这个文字，全世界只有中国独家，没有第二家。啊，这种文字能够传千年万年，不会变质。所以它超越时空，啊，空间无论哪个国家学习，你都能看得懂，而且说话不懂，写出字来都懂，啊，像200年前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通通读中国文言文。啊，所以言语不懂，我们听不懂，写字不通。啊，中国的古文化，夏商周的统一，不是政治统一，每个诸侯国还都是独立主权国家。啊，什么统治呢？文字统一了啊，周朝800诸侯啊，夏商都不少啊，不会比周少啊，只有多，我周的领土大啊，影响的范围大，出了圣人啊，文武周公都是大圣人，统一是文字统一了，夏商周文字统一了，这文字写是一样的，读不一样，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念法，那没关系，他意思一样的，叫书同文，举车同轨，也就是日常表度量衡啊，这一些是标准的时候是统一的啊，多少长叫一里路，啊，称东西多少重叫一斤两斤，这是天下都一样，是这种统一的方法，啊，所以不是政治统一，啊，不是军事统一，现在讲不是经济贸易，也不是这个科学技术，是文化统一了，啊。
所以英国汤恩比那一帮人，我们很尊重，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学术下的功夫，中国很多人比不上他们。二战之后啊，这些人非常担心，担心第三次大战。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，那就很不幸，地球就毁灭了，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。啊，他们有心这个。那如何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？他们想出的办法，我相信他们是从中国夏商周得来的教训。这世界要统一，向夏商周来统一。为什么？你国家主权还是英国还叫英国，法国还叫法国，啊，政治体系一点未动摇，主权国家，啊。文字统一，都使用汉字文言文，文字统一，教学统一，大家都读中国古书，那么我们会想法看法都会一致，啊，都接受古圣先贤教诲，接受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、方法、理念、效果。啊，那这样统一的时候，人民都能过到最好的生活。啊，这经上所说的，这咱们都能做到。啊，这个好啊！所以，中国文化给人什么？给我个人一生幸福快乐，我要不要？给我的家庭和睦美满，要不要？给我的事业顺利提升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那没有关系，那个道理永远不变的。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好不好？在全世界，只有中国古籍、四书五经十三经可以做到啊！啊，子是学术思想，历史可以证明中国是以什么治国。以四书五经，以这个治国；以什么教化人民？以大乘佛学。啊，以道教的仪规，祭祀祖宗、天地、鬼神。历代的帝王把儒释道全用上了，文化治国。文化可以统一全世界。啊，首先，真正从文化上走，现在来奠根基。啊，习主席已经在带头了。唐太宗的群书治要，这就是宝。治要治什么？治个人的起心动念。言语行为是治个人，治身就是修身，帮助你治家就是齐家，再就是治国平天下。平天下是让天下每一个国家，不管大国小国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叫平天下。喜不喜欢？喜欢就要读中国古书，学中国的文言文。啊，中国习主席很难得，连历史上也找不到第二个。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他带头，
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治国，在国外讲演宣传，得到广大的回应，没有人不欢喜。啊，去年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遇到不少老朋友，都是各国大使，啊，二三十个人，啊，他们来问我，啊，问我，习主席跟我有没有见过面？我说没有，咱没有往来过。他讲的东西跟你差不多啊。我说我们都是一样读书嘛，他多了我也多了嘛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我说你信不信？这个重要。听我讲的时候半信半疑，听主席讲了之后他相信了。我说行了，信了就好了。啊，信了之后你回过去宣扬，你把群书之要带回去送给国家领导人。啊，翻成你们自己国家的文字，现在这部书有八种不同的国家文字。啊，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本书。啊，中国人将来统合全世界，用什么？就用这个。啊，希望大家都欢喜，都接受。中国人不是政治统一，不是武力统一，不是经济贸易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就是群书之要这本书来统一。大家放心了。为什么？西方人害怕中国人起来要报仇啊！过去100多年欺负中国，欺负得太过分了。怕中国强大起来报仇报复，我说中国不会报复，你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了。啊，大家看了欢喜。啊，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跟我见面谈到，得到这部书太晚了，早几年得到啊，我就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。多难得啊！所以现在我们给中国文化断了。100年前，民国初年，不要了，提出口号，全盘西化，啊，不读了。虽然是不读了，学生不读了，可是老年人都读过。你说民国初年，十几岁的人都读过，啊，成熟的人更不必说了，他是受那个教育的。啊，战后的时候，这一批人年岁老了，在抗战当中生活非常辛苦，我们是这个地方出来的，啊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。战争爆发，我11岁；胜利的时候，我20岁。啊，那个苦难情形，我们都亲身体验。那想想我们的老一辈，老一辈是读古书的人，死了的很多啊，非常可惜，他们东西没传下来。啊，传下来很少很少几个人。啊，我还遇到两个，张家大师跟方东伟先生。啊，周邦道老师那在抗战期间当中，啊，那个时候读的教材是教育部统一的教材。过去私塾里面那些教材我们就没有学过。啊，所以
国学深厚的基础我们没有找到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重要，我们深深体会这个东西好啊，现在没办法相比啊，这些东西我们要补习，要补这课啊，劝年轻人现在正在求学过程的当中，我遇到都劝他要把这门课补出来啊，这是伦理道德因果的规范啊，像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啊，这些东西不能不读。人真正能懂得伦理道德，不好意思说坏事，良心责备啊，现在人良心责备好像他不害怕，他没有这个意识，因果他真正相信因果，他不敢做坏事。为什么？恶有恶报啊，他怕果报啊。啊，学佛之后明白一点道理，能够守得住的都是相信因果，他有成就。如果不相信因果，以为因果是吓人的，是骗人的，那无论学儒学道学佛，他都不得其门而入，他进不去啊，所以学的都是皮毛啊，一部经论他都没有参透，这种人多啊，经是佛在此地，在此地一开头就叫我们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眷属，包括朋友，当下敬爱，中国文化的根就两个字，无论是儒释道都不例外，第一个孝，第二个敬，孝敬都是爱，真爱，没有爱哪来的孝敬？所以外国的一些宗教，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字：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你要把他们的经典参透，跟中国的儒释道没两样。那佛法讲慈悲，所以宗教的基本概念是相同，所有宗教离不开仁慈博爱这四个字啊，是所有宗教共同的价值观，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啊，宗教要有冲突要有战争，那对他的教义完全相违背，没有一个宗教主张杀人的，没有啊！佛的最重的戒就是杀生，所以第一条戒不杀生，摆在第一条啊！没有宗教主张杀生的啊！世界要走向安定和谐，要恢复秩序，不能杀生啊，当想敬爱啊，敬爱
从亲人做起，所以孝用父母做代表，敬用老师做代表，这两个是我们一生人生的最重要的两个人。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父母恩大；我们的智慧得自于老师，老师不能不敬。能有孝敬的心，跟老师学经教，你就能入门。如果在家里不孝父母，在学校里不敬老师，老师再好，想教他，他听不进去。他不能入到脑子里去，老师没法子教。那65年前，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那个时候我到台湾没多久，生活很困难。想学东西没有机会。知道方先生是同乡，就拉这个关系。写了一封信，还有一篇文章给他老人家看。目的呢是想到学校去旁听。我这封信寄出去，一个星期他给我一封回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。我们见面之后，他问了我一不少事情，特别家乡的事情，也说明真的是家乡人，不是冒充的。然后他就告诉他，现在的学校65年前台湾大学，他说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想来听课，这可能会大失所望。我听到这个话很难过，好像老师完全拒绝了。当时的沮丧大概老师也看出来，这机会没有了。停了几分钟之后，老师告诉我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跟你讲2个小时课。我们就约定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。学生就我一个人。我们真想学啊。学校先生想讲不讲了，为什么学生不想学？现在过了65年了，现在学校跟65年前不一样了，这个滑坡滑得更低了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！我还有几个教授头衔，我在澳洲，接受昆士兰大学、格里菲斯大学。这2个学校聘请我做教授，我记得我只上了3次课，以后就想到方老师不能上课，学生上课眼睛看着你，好像想听什么东西，那个时间只有10分钟，
十分钟之后，那个眼睛到窗外去了，心不在焉了，你怎么教法了？让我再想起方老师的话了，不是假的，学生对老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。啊，连朋友还打个招呼，见老师望一望，招呼都不打的，啊，还不如同学。怎么教？不是老师不教，老师没有办法教。学生没有孝心，没有恭敬，就没有办法教学。啊，那这往后怎么办？这一代不如一代。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，你仔细多听听，你看他们想什么，说什么，干的什么。对父母，对不起。兄弟更不必说，兄弟是仇人，为什么分家要打架，要竞争，要夺取，都想多拿一点。啊，各个层面，啊，小孩不孝父母，父母没有做出孝的样子给他看。他没有看到，也没有听到，你怎么能怪他？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佛慈悲说得好，现在这个社会用得上，先人无知，先生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无知啊，疏忽了。没教你啊，不是道德，无有余的没教给你，孰无怪也，你不能怪他，你要怪他，他很冤枉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一点没错，为什么变成不善，学坏了？现在谁教？小孩一出生就要受教育。啊，中国过去讲求胎教，母亲怀孕，心要端正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口要说话要柔和，举动要缓慢。为什么？影响胎儿。小孩出生，他睁开眼睛，他已经在看，他已经在听，已经在学习，所以凡是给他接触的大人，在他面前都要守礼，啊，不好的样子不能让他看到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母亲要看三年，啊，这个三年就是所有负面不能让他碰到，他所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的都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道德根深蒂固啊。所以古人说三岁看八十，三岁扎的这个根，母亲带的给他的根，八十岁都不会改，根深蒂固啊。我们这一生书读的不多，就那个时候社会风气上可以看到，啊，能够看到人遵守伦理道德，啊，我们做小孩的时候，啊，六七岁的时候，从这个经验当中感受来的，那个社会好啊，人情味很浓啊。啊，一个人孤单单的在外面流浪了，人家看到你同情你、救济你、帮助你，伸援手的人很多。啊，你要真正能有信心、有诚实，啊，大户人家。雇用工作人员都想找你，都帮你，
啊，让你生活安定，好好过日子。啊，多赚一点钱还能够去养家。现在这个社会完全颠倒了，看不到了，榜样看不到，也听不到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这些课程宗教都有，每个宗教都有伦理的课程、道德的课程，啊，圣贤教诲的这些课程，啊，都应当从经典里把它提出来，编成教材。来教学，啊，家和万事兴。我们今天最严重的就是不和，没办法。啊，中国的小学我没看过，不知道。我在美国住了多年，美国的小学我知道，小朋友。上一年级，父母就要教他，叫什么？竞争，考试要第一名，啊，运动打球要争第一名。从小的概念，争名夺利，随着他的年龄上升。级别也提升，竞争、斗争的这个概念也同样提升了。他毕业到社会上，他能不跟人家争吗？啊，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。这个教育很可怕。我在外国住了这些年之后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回头，只有在讲经的时候提起，希望大家重视儿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，啊，让他将来能做一个好人。啊，能做一个在社会上博得大众尊敬的人、喜爱的人，他的事业会一帆风顺。啊，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做不到啊。我救不了他们，他们也没办法帮助，所以我就离开了，在东南亚住了几年，澳洲住了几年，啊，晚年再定居在香港，啊，香港是中国的大门，我在大门口。啊，在这个地方佛给了我们一条路，叫我们修净土，叫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对我来说太好了。啊，所以我晚年老老实实就走这一条。啊，学习经典，我们就学这部经。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首先父子关系搞好，父像个父亲，儿子像个儿子，啊，父慈子孝，父要把慈做出来，子要把孝做出来，兄友弟恭，啊，兄弟的友爱，从小要培养，弟弟一定要服从哥哥。啊，他是老大，
你要听话，兄弟多，你是最小的，每一个哥哥都要顺从啊，帮助你修业，修忍辱波罗蜜啊，夫妇啊，在于家亲眷属，注意一个孝，一个敬，只要把这两个字抓稳了，伦理道德方方面面都不难修啊，真有恭敬心啊，真有恭敬孝敬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当相敬爱，无相憎己啊，不能憎恨，不能嫉妒啊，有无相同。我有的他没有，我要多分一点给他，多照顾一点给他啊，在家里面没有贪嗔痴，这个重要啊啊，一家人都照顾，要知道父子兄弟亲属你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都不能处好，你在社会上怎么能跟别人相处啊，跟外面再好的朋友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啊，为什么交朋友？利害有共同的利益，到哪一天利害不平等了，你们就是分裂了，就是仇人。这个人生多么痛苦啊，起心动念不善啊，言语造作啊，身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恶口绮语，起心动念是贪嗔痴慢疑，这是现代人所犯的，而且是很广泛，不是少数啊，自自然然带给社会的灾难。社会灾难怎么化解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整个宇宙从哪来？我们起心动念变现出来，于是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起心动念是善，变现出来是天堂；我们起心动念是恶，严重的恶，那这个社会就变成地狱。相随心转嘛，我们的心跟社会变化是相通的，所以教育重要啊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修身齐家还是教学为先呢？啊，修身这是基础，大学生讲得很好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啊，最上面的国家领导人，下面平民百姓，通通是以修身为本。身要怎么修？诚意真心啊，心要正了，没有邪思，没有邪念，邪念现在太难了。为什么？每一天电视在叫你，网络在叫你，
啊，这些电脑在教你，甚至你的手机都在教你，教你什么？杀盗淫妄，全是负面的，把人从小到老通通教坏了。今天你讲伦理道德，人家骂你是老古董，你是落伍，你是开倒车的。有些人读古诗的不敢说话，说话人家不但不停的骂你。这个问题严重啊！宗教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啊！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，宗教是人类永远的必须，不能少它啊！宗教要讲学。不是每天做祈祷去做拜拜，不是啊，那个没什么用处啊。啊，会走向迷信，这也是事实，不能否认的。啊，宗教是教育，这都不得人去做。啊，我学了这么多年，这宗教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查查，慈源慈海，啊，宗查出来了，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主要的；第二个，重要的；第三个。尊崇的，尊重、崇高、尊崇的，有这三个意思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这两个字连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再加两个字进去就更明白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。怎么会跟迷信挂钩啊？这个我们如果看看宗教创建的最初创教的人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创教的人是搞教育，是天天教学。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，最长的。摩西，基督教也有20-30年。耶稣教了3年，被人害死了。穆罕默德教学好像是23年。他们这些人都是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都是社会教育家。那我们把他的今天各个宗教今天都找来对比来看，里面一半以上大部分是相同的，说法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啊。少分不一样的什么，从前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交通，没有资讯，人老死不相往来，
所以他那个教区的人跟那个教区的人生活环境不一样，啊，文化不相同，这个有一点差别，这个差别是事上的，不是理上的，啊，关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，这完全相同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，宗教应该团结，宗教团结，宗教的冲突就没有了，啊，宗教的战争也没有了。所以今天地球由于交通资讯把地球变成一家，那地球村了，比地球村还要近，一家人，地球一村人，地球村的啊，这真正是一个大家庭。那中国自古以来，中国的家庭就是大家庭，那个大家庭里面所有的那些文化非常适合于现代啊，把中国大家庭搬出来来解决今天社会问题啊，把地球变成一家人啊，地球上人民父子兄弟分为亲属相亲相爱一家人嘛，决定没有怨恨没有嫉妒啊，有才俊有道德的，我们更尊重他，希望把他的智慧道德能贡献啊，教化我们一个小镇，教化我们这个地区啊，一个县，做出榜样出来啊，慢慢推广，将来全世界都能够像这样的相亲相爱，你说这个世界多么好啊！最愚蠢的、最不应该做的，就是战争啊！世界大同之后，中国人的人生观，说到终极，到最后是世界大同，跟外国不一样。外国人的人生观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最后是地球毁灭。那我们是世界大同，现在必须认真，要把这两条路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我们是走大同的，还是走毁灭的？啊，那么在今天我们看现实环境，中国习主席领导的是走大同的路，不是走毁灭的路啊，希望传统文化能够被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种族宗教都接受了，第一桩大事，我们废除军备，解散军队，告诉全世界，从今以后不打仗了，把打仗这一笔费用拿来干什么？拿来办学校，做三桩事情，办医院，办养老院啊，学校学生从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毕业，不要交学费，不要交伙食费，国家来占养啊，这样子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平等啊。第二个医疗啊，有病进医院，病好就出来，不要付一分钱。那这个钱呢，国家付，
军队省下来，足足有余啊！再把老人院办好，老人跟小孩集合起来，啊，老人也高兴，小孩也懂得尊重老人。这一桩事，三桩事情造好，这就是共产大同主义啊！好，不是不好。我们要真正做到啊，我们都是地球人啊，所以你是这个国家，他是那个，没关系，都叫地球人。地球上所有的资源，地球人都有一份。那么发现资源了，大家要抢夺啊，很可能会引发战争啊。海洋上一个小岛有什么信息，下面有石油有矿产，这大家也争啊。我们今天提出来这个财富，每个地球人都有一份啊，开采，大家同心协力开采，开采出来之后分钱啊，按照你国家人口多少比例来分，你的人口多多分一点，人口少少分一点，公平平分，你看这多好啊！如果引起战争，说不定就引起核武战争，同归于尽，那是最愚蠢的做法啊！就是承认地球上的资源，地球人有份啊，每个人我们都照顾到。我就想到很多现在的灾民难民都得到了保障，都得到了援助啊，都能够很快乐幸福的活下去啊。从哪里做起？从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从这做起啊。我们心目当中对待任何人不能有怨恨啊！他怎么样对我不起，他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不知道是一家人啊！牙齿咬了舌头，咬破了，舌头还要喊冤枉吗？还要报仇吗？还学恨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一体。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，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很多，我们要认真好好的学啊。宇宙怎么来的？六祖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，他大彻大悟，向老师提出的报告五句话了，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那就是什么？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这些万物从哪来的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是什么？自信是真正的自己，是自己的真心，叫自信，不是外头生的。就是我这个自信能生这些吗？能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做过梦没有啊？做过梦。梦中境界从哪来的？不是也有山河大地，也有许许多多众生，醒过来之后都是自己的心生的。我们今天环境一样，跟梦境没两样，梦境的时间短，咱们的时间长一点啊。大乘佛教教学的目标最后都教我们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就是成佛啊。这个课程你就毕业了啊，一定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宇宙自信怎么变现，
你完全明白了。啊，不但你完全明白，而且你自己完全能掌控。有这个大智、大德、大能，这个人在佛教称他为佛陀。啊，次一等的明心见性，但是还没有圆满，还有一些习气存在，成为菩萨。啊，佛的话绝对没错，菩萨的话也没错，可以相信。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悟，啊，等于是小学毕业，他有小智慧，没有大智慧。啊，解决我们人世间的问题，他绰绰有余；了解整个宇宙，他还差很远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实在是一所非常理想的大学，佛教大学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去接受教育。啊，到那个地方去拿博士学位。啊，决定能拿到，而且时间会提前。啊，在这个地方修行很辛苦，到那个地方不会辛苦。啊，很快就可以拿到。这是佛陀给我们的恩德了。佛陀给我们什么关系？老师，我们称释迦，称阿弥陀佛，叫本师，根本的老师。啊，我们称菩萨，菩萨也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也是佛的学生，是我们的学长。啊，他有能力教我们。啊，他的智慧、道理、神通都比我们大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佛陀教我们，这些菩萨辅导我们，我们有疑难杂症，他们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。这是当下境界，无相增起，又无相通，无得叹息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。真正佛弟子确实他做得好。啊，第一个就是敬爱，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他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他，要有这样的度量啊。我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的出家人，道安法师，啊，台湾的，大陆上也有一个名字相同，啊，我遇到台湾的，他办了一个佛学讲座，请我去做总主讲，我帮他教了四年。这个人经上这几句他做到了，所以我对他很敬敬。啊，有一天我去看他，礼拜天上午大概9点多钟，我就看他老人家。啊，在大门口碰到有一个也是很熟的在家居士，啊，男生，
他离开这个寺庙，我们在门口碰到的。我一进去，老和尚问我：“哎，他某居士刚才到我这儿来，你看到没有？”我说：“看到，大门口碰到。”他说：“今天又来骗我呀。”我说：“你给他没有？”“给他了。”那个人不知道啊。啊，他来骗老和尚，骗了好多次。一位老和尚不知道来骗他，老和尚告诉我：“给他，给他。你看，老和尚可爱就在这一点。啊，知道他骗，不见穿，还是给他。到他哪一天明白了，他才后悔。对老和尚，那才叫佩服啊。啊。”要是没有这个修养的人，叫过来狠狠地骂他一顿，教训把他赶走，以后别来了，那就结了冤仇了。你看这样不施恩德啊，他总有一天会晓得，晓得之后他会忏悔，五体投地。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所以一定要互相敬爱，骗他的人他敬爱啊，他要感化他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德行啊，啊，看这个人还不坏啊，只是贪嗔痴慢没断啊，犯了这些过失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啊，一定的道理。啊，最后一天，人到死的时候，最后一口气停止了，到轨道去了，就知道了。那对这一生认识的人，哪个是善人，哪个说全明白了，一点都不糊涂。所以说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。啊，你活着在世间不知道，你死了以后完全知道。所以，我们的眼光要看前，看后，要看过去，要看未来。都能够通达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这中药如果能够有无相同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吝啬，给一家人就能相处了。一家人为什么不能相处？贪嗔痴重啊！啊，佛讲的五个根本烦恼，贪嗔痴再加上傲慢、怀疑，啊，现在人不相信了，夫妻不相信，啊，每个人有隐私权，法律上还给你定一条隐私权，隐私就是不相信，相信何必隐私呢？啊，怀疑是对于好人怀疑，对父母怀疑，对老师怀疑，对亲戚朋友都怀疑，这怎么能相处？你说你活得多累呀，活得好辛苦啊！啊，问题在哪里？都是这些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
啊，所以念老注解第一行里头教给我，又劝世人亲眷之间应当和敬，不和尘缘。这四句话重要啊！啊，天天用这个来反省。我常想，我也常常劝别人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这一生当中，没有一个怨恨的人，你的心胸都快乐。能做到吗？能。这几句话做到了，就把它化解掉。啊，他欺负我，他欺骗我，他侵占我的财物，我都欢喜他，我都不怨恨他。啊，为什么能原谅他？因为他没人教的，他的心本善，没有人教，父母没教他，老师没教他，他变成那样子，啊，造这种罪业，啊，罪业都有因果报应，啊，我们怜悯他，而没有回报，没有怨恨，好啊，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的，永远是欢喜的。啊，他有困难，我知道了，我还帮助他。啊，帮助他，他不好意思，我找他所认识的人，啊，用他们的名义，不要用我的名义给他。啊，帮助他，别让他知道。啊，所以最后一句话，他总有一天会知道。啊，知道之后，他对我们就效忠了，冤亲债主变成了好朋友了。啊，甚至在事业上是真正好的帮手。啊，忠心永远不会变更。敬爱，这是核心，人人都有，要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知恭敬与慈爱，憎忌知憎恶与嫉妒，啊，这是讨恨的怨恨，啊，这都要不得。啊，有无相通，相通之才，以我之所有，即彼之所无，颜色语言与面色，啊，跟人相接总要欢喜。学佛第一个就是学欢喜。啊，你看看，寺院庵堂，自古以来，大门有山门，啊，大门口，这是第一个小的建筑。你一进门，当中坐的是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坐在干什么？就是教你笑面迎人，你见到佛门来了，脸色不能不好看，要笑面迎人，啊，你才能进去。你要不是笑面，你不能进去。怎么样能笑？能包容？弥勒菩萨大肚皮能包啊！啊，什么委屈都能包容，啊，都不计较，对一切人欢喜爱敬，
这才叫佛弟子，这才叫入佛门。你还有怨恨，还有讨厌，你进不了佛门。经上大典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头一堂课啊，第二堂课就是四大天王，统统是教育啊，用艺术来表达。这是佛法高明处，几千年前就跟艺术结合成一体。啊，东方天王、持国天王，手上拿个琵琶。啊，持国是什么？就是前面讲治国。啊，治国跟治家是连起来的，你能够治家，你就能治国。用什么治家？用什么治国？琵琶，琵琶是弦乐器，紧了它断掉了，松了不响了，要把它调的音色完全显出来，调和啊，这就是用和起家。真的假的？不和就成怨了嘛？家和万事兴嘛。琵琶代表和，把这个弦调和，让它的音色优美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他喜欢唱歌啊。南方天王叫增长天王啊，增长是什么？向上提升，智慧要提升，快乐要提升，幸福要提升啊，智慧道德要提升，样样都要提升，不提升就落伍了啊，所以它代表增长，代表提升。提升他手上拿的是剑啊，剑是什么？是兵器啊，如剑一样帮助你提升啊，这就是要向上提升啊，所以用这个来表法。宝剑，西方天王广目天王怎么提升法？要多看，要多听，没有叫你多说。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蛇，是龙，蛇龙都是表变化啊，龙蛇变化多端，代表社会人情世故天天都在变化，你要把它看清楚啊。剑代表智慧锋利啊，智慧的宝剑啊，智慧要增长，要看清楚，看明白。北方是多闻天王，多看多听，你就增长了，你的问题解决了啊。北方天王拿的伞盖啊，伞盖是什么？白天遮太阳，下雨天遮雨水，它统统都在遮啊，香港人叫伞叫遮啊，他叫遮啊。多听多闻，增长智慧，增长道德啊，增长能量。这四天在教你这些的啊，你到你一看的时候就等于上课了，所以你都要懂啊。
你要不懂的话，到这烧香拜拜，那就要搞迷信了，那怎么行？所以它是教具，就是用这个来表法，让你看到之后，啊，庙里头样样都有讲究。你看大殿，大殿盖的什么样？外面看两层，里面是一层。啊，两层什么是有分别，里面没有分别，是统一的。啊，我们从外表看，许许多多样样不同，一切万事万物，里面看一个自信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一个，没有一样不讲究啊！啊，供佛、点香，香代表信心，代表我们心灵沟通。啊，香炉是什么？奉火台啊！你看古时候打仗长城啊，那边有敌人来侵犯了，狼烟烧起了，后面一个一个接出来，一两个小时皇上就知道了，传递信息的，所以叫信相。我们上下我们的心跟佛心可以传递信息，取这个意思。你说多好啊，点灯，灯是代表光明啊，光明里头燃烧自己照耀别人。你看油、油灯、蜡烛，蜡烛最明显，这是燃烧自己，我们要为众生服务，牺牲自己成就一切众生幸福美满。咱每人讲全变成迷信啊！烧香还头一炷香多少钱？第二炷香，我听人家说的，那都变成生意买卖了啊！所以佛家是表法的，你一句话不说，寺庙的从头到尾就转一圈。你回家好好慢慢想，认真去做，这是你真的烧香了，真的拜佛了。啊，你把怎么样修身，怎么样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你全都得到了。啊，所以寺院庵堂要保留。20多年前，我跟赵普老见面，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中国寺庙庵堂都是古迹，至少300年以上，有1000多年、2000年啊，这些古迹开放给旅游啊，招待各国的观光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啊，培养一批能够介绍的，就表法介绍的啊，讲解给这些群众们听，给他们上一课啊，他交了学费没有白交，我们给他上课，让他带回去，叫他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，对于中国人会另外一种看法啊，会尊重，会提升他们，这外国没有的啊。那么佛教怎么样再兴旺起来？建学校，宗教回归教育，学习经教，而且还要互相学习，把宗教里面误会完全化解，不再会有宗教冲突、宗教战争，不可能有。我们要把它引导
回向大同世界。宗教是一股很大的能量啊，正能量，要好好去运用它啊，它确实可以很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那么这样的宗教教育就非常有意义了，真是古人所说的，是宗教是人类所必须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。这才能真正讲得通啊！所以言语面色啊，这要讲究的，像弥勒菩萨一样，一天到晚笑眯眯的欢喜啊，这样度化众生。现在是很苦恼，我在美国，美国人当地人就问我，你怎么会那么快乐？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你都是满面笑容啊，你怎么这么快乐？我就告诉他，学佛，佛是什么？哎，咱就慢慢点醒他。啊，佛就是快乐，极乐世界快乐啊。佛是智慧，有智慧就快乐，没有智慧就烦恼。慢慢引他入门，很有效果。我在美国住的时候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。有个小型讲座，就是邻居他们来听佛教，佛教是什么？告诉他啊，他至少看到了，你们活得这么幸福，活得这么快乐，回过头自己学得那么辛苦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们帮他解决，告诉他，违逆是悖逆。啊，逆这个词有拐的意思，有狠的意思。啊，我们常讲恨，有恨的意思。会所曰：移身下气，言不违逆，温良恭谦，面无平处，是为长和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讲低声下气啊，言语缓和啊，绝不能有过失啊，言语表示恭敬尊重啊，言色常和，和言爱语，那就是经常讲的和言爱语啊，这四个字重要。那么以上全和重要，和就有安，就有乐啊，和要平，不平等就不能和，所以和平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。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和平？他们不平，不平哪来的和？啊，平等对待是因，和睦相处是果。从谁哪里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他跟我不和，我跟他和。啊，他看我不平，我看他平等。要这样做才行。要有时间，慢慢去感化，有耐心。只要认真去做，依照经典教我们怎么做，怎么去怎么做去。啊，时间久了能感动人。
1998年、1999年、2000年，啊，我从1997年开始住在新加坡。啊，新加坡有9个宗教，新加坡的居民75%是中国人，所以在那边团结宗教容易。我用了1年的时间，从1998年开始到1999年，把新加坡的宗教就团结起来，9个宗教变成兄弟姐妹一家人。当时王鼎昌总统他夫妻两个要我吃饭，就问我，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？我政府欢喜啊，宗教团结，宗教之间就没有矛盾了啊，对于这个社会安全起很大的作用啊。我告诉他，我说我没有法子，佛有方法。他很惊讶，佛有什么方法？说佛教给我们四摄法啊，四摄法就是公共交际法啊。现在想办外交，必须要遵守这四样。第一个布施，这个布施跟六波罗蜜布施不是一个意思。六波罗蜜的布施是把贪心放下，贪欲放下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四摄法里面这个布施是请客送礼，关系才能建立嘛。啊，多请客多送礼，我是每一个宗教都去拜访啊，带着礼物，还要带个大红包啊。那个时候新加坡的钱10万块钱，我花100万把宗教团结起来，值得了啊。你要说盖庙埋在地下不是不起作用，我这个能把活生生的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啊。他们的活动我们去参加，我们办活动他们也来参加，很热闹，变成一家人啊。来参加活动肯定我们招待他吃饭啊，我们有很好的素食来让嘉宾们享受啊，送礼物送钱，他们都有慈善事业，有的教会办幼稚园啊，办义诊所啊，看病的啊，办学校啊，办这些社会慈善事业啊。回教徒还办了一个这个职业培训班啊，就是帮助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像烹饪的这些一般的事情，烹饪是培养厨师，你喜欢什么他就开什么班啊，来帮助你。这些人都需要经费，我们都送给他们，帮助他们去做，欢喜啊。有困难都来找我啊，去伊斯兰教这个多功能的培训班，就等于是职业培训。他那个校舍是租的，现在地主要卖啊，他们就来找我，他们也凑齐钱告诉我还差75万啊。75万这个数字很大，我那个时候对于外面布施的，我的上限是10万块啊。
10万块我都把我都自己拿去帮助他们，70万太多了。我跟李牧原居士商量，怎么办？李居士商量着，我们搞一个义卖好了，搞一个义卖，向政府报备，找一个广场，在那大棚，我们佛门弟子有二三十家摆小摊子，在那义卖。这一卖这一天的收入统统捐给人。回教也有2个摊位，我们有10多个摊位。这义卖之后有100多万捐给他了。这问题马上就解决了。这个联谊很有效果。所以2000年之后，澳洲移民部长知道了，我们见过2次面，他就非常希望我移民到澳洲去，帮助澳洲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。我答应他帮这个忙，所以2000年年底，我移民到澳洲。澳洲人很聪明，把这桩事情交给大学去落实。大学不会偏重人民，也不会偏重政府。于是我就跟大学产生关系了。那么这些校长教授我们就常见面，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。团结澳洲的宗教就没那么容易了，因为澳洲西方人世界，中国人少，中国人还没有像新加坡那么大的影响力。我们用温馨晚宴，就是每个星期六免费招待人吃饭，无论什么人到我这来都可以。晚餐之后有很短半个小时解答问题，或者讲一点佛法给大家听。13年，这些宗教来找我，我们希望团结起来。不是一年，13年，现在团结起来。今年联合国的会议他们参加了，最近3年都参加了，那现在是正式团结。就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澳洲去参观、去考察，宗教可以团结，族群可以团结，还是要靠教育，不走教育这条路子走不通。所以佛家的40法布施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爱语说话他喜欢听，不要搞闹意见，利益，我们所作所为对他都有利益，没有伤害，最后同事我们共同来创造社会安定、国家富强、世界和平。做成功了，所以中国唐太宗提出来的群书治要，西方人看重的大乘佛法，确实能够帮助世界化解一切灾难，恢复安定和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